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安迪讲故事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葫芦娃的玩具，七个葫芦娃各有各的本领。那么接下来和安迪一起去看一看吧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七个葫芦娃我们都已经拿出来了。首先呢，我们第一个红色的呢是大娃，大娃可是力大无穷哦，而且我们的葫芦娃还可以变身，后面呢可以打开，然后把身子放进去，然后再扣上，噔噔，大娃就只剩下了一个头部，我们再把它打开，那么这个橙色的呢是二娃，二娃有着千里眼和顺风耳的本领，而且还可以变身。变身呢，是不是很简单？三娃可是刀枪不入，铜墙铁壁，任何刀剑都伤害不到他。还有四娃，高阳烈焰，四娃可以喷火。那么这是五娃，和四娃相反，五娃可以喷水。还有我们的六娃，六娃他会隐身术。咦，六娃哪里去了？啊，原来在这里，他可以隐身，让所有人都看不到他。那么最后一个葫芦娃就是我们七娃，他没有什么本事，可是他有一个超级厉害的葫芦。葫芦变身，噔噔，就是这一个大葫芦了，可是我们七娃的保护哦。嘿，孩子们，你们都到齐了，这就是我们善良又慈祥的爷爷。爷爷可好不容易种出了他们七个葫芦娃呢，可是慈祥善良的爷爷却经常被蝎子精抓走。哈哈，老头儿，快跟我走，别出声！兄弟们，蝎子精居然在我们眼皮底下把爷爷抓走了，我们现在赶快去救爷爷！蝎子精，站住！快放了我爷爷！我就一个老头儿，让你们七个葫芦娃都过来救他，这大阵势，七个人打我一个人！别废话，快把我爷爷交出来！把你们爷爷交出来也可以。你们七个葫芦娃全部跟我走，蝎子精让我来换爷爷。不行不行，我是哥哥，让我来，都不可以。我们七个人团结一致，把爷爷给救出来，打倒蝎子精。没问题，蝎子精吃我一击，刚阳烈焰。哇，这三位真火可真不简单，让你看看我蝎子钳的厉害。让我来，让我来，气吞山河！哇，你们两个又是水又是火的，还打不过我蝎子精，简直自不量力！蝎子精，你在说谁自不量力？宝葫芦，宝葫芦，收！放我出来，快放我出来！哈哈，你就在里边好好反省反省吧，爷爷爷爷！哎，我的好孩子们啊！这次可辛苦你们了，你们居然收服了蝎子精，在爷爷心中你们是最棒的。爷爷，我们快回葫芦山吧。小朋友们，葫芦娃很厉害的，居然能打败蝎子精。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，看完节目记得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再一起来玩吧，拜拜。